演愚公啊，你们看我这愚公像不像啊？那我来山是吧？你来山，你来愚公是吧？哦，山怎么演？词儿在后头呢，记住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一山一山，哎，这王五太行，我一看他就来气。老婆子，哎、老婆子、哎，你们都想挣这钱是不是？哎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老头子，你回来了啊！老头子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哎呦，这王五太行实在是太可气了，就这两座大山搬不完呐，搬我自己一人搬不完啊，你一人搬不完。儿子，儿子，快，你看你爸爸回来了。哦，爸爸，这爸爸我回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明天咱们一大家子都去搬山好不好？啊，爷爷，我搬，我搬。怎么那么些趣玩儿这里头？我跟爷爷搬。你看看我孙子啊，孙子知道跟我搬山哟。公公婆婆，我跟您去呀，以后这饭都我给您做好不好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去搬山。那大家一块儿其乐融融搬山多好啊。哎，老头子，咱们一块儿搬山呢。好，太好了。朋友，塞话呀，塞话呀，啊，一个字百分之一股份塞呀，往里头怎么了？这儿我这儿话呀，我这儿都塞不进去，知道吗？我，对不对？你不想挣钱，你跟钱有仇是不是？我有什么仇？我塞呀，你想累死我呀？您但凡话缝里有一小缝，我就能塞进去，知道吗？这些角色您的谁都能来，不行吧？这个，这怎么有那么些角儿？这里头我这都晒黑了，我这都。你想累死我？你这这么着啊？后边智叟马上出来了，就是啊，好不好？有正戏吧？咱看智叟的，来吧，来吧。咱搬山去吧。搬山。这会儿打远处来了一老头，这老头拄一拐棍，一看是谁呀、啊？这不是智叟来了吗？智叟走到个老头跟前，智叟就跟愚公说了：“哎，愚公，愚公，别吵了，我是智叟，我才是智叟。”哟，兄弟，我给忘了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智叟还是我演，你呀、啊、还是演那大山吧。我去吧。好累啊，我天，再给我半天时间就不这么，应该还有点这个我能往里塞的这个节骨眼，就是您老得给我节骨眼我往里塞，要不我老跟那儿待着。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节目啊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接下来有请张鹤伦、周九良为您带来一段精彩的相声，有请二位。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谢谢您。哦，老头子，老婆子，好，真的很难啊。嗯，人家证明人家真有表演功底，人家表演的太好了，一人分饰了七八个角色。对，啊，可能是七八个吧。啊，自己就是人格分裂，证明人家很有功底，表演能力也很强。孟鹤堂啊，大伙都记住他，真的，人家年纪还很小。嗯，88年的吧。对，88年的，你看88年的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。对于我们什么空间？什么上升空间？上升空间啊！上升空间。对，赫子科的佼佼者。对，真的，孟鹤堂，我叫张鹤伦，不如人家，人家算激励鹤群的一个演员。对，激励鹤群，就夸人家。您是有点激励鹤群了，您能耐出众，能耐出众，哎，很优秀，在德云社现在吧。这是人家算是赫子科当下最红的演员，真的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是人家的捧啊！你最红！别闹！别闹！大点声！确实不行，不行，真的。你现在来说啊，孟鹤堂还有这个周九良，人家两个是一对儿，对，这都是。在现在德云社当中比较就是出类拔萃的演员，哎，大伙儿观众朋友喜欢。对，周九良为什么大伙儿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啊？嗯，虽然说没有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那你提他干嘛呀？可以后补啊。你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都是给您的掌声啊！捧哏演员当中，人家算是不错的。您老那么夸我，仅次于于谦、孙越、是栾云平、阎鹤祥。狼和炎等等等等，啊，
那我不是仅次，我是太次了。我为人就是这么低调，我还排得上号吗？真的就是这么低调，这是应该的。观众们夸他，在网上有一个叫什么 YYDS， 对，我知道叫什么，有一对肾，是吧？就是观众对我的期望那么低吗？不是，就是有一对肾的相声演员就是一个好相声演员。YYDS 嘛，有用的肾，有一对四，行行行了。改王炸不是那个，那叫什么呀？那叫永远的神，网络用语。我网络用语，哎，我是不太懂。我也不要胡说，有学问有能耐啊、嗯！这不是我捧，嗯，这在德云社来说就包括这几位都算上了。哦哦，这几位有一位如您的吗？哦，那是。但凡他们要比你强，他们不能坐那儿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坐玩意儿啊！坐，跟谁俩呀？怎么东北这一块方方面面的？哦，这不是东北，走错了，对不起，走错片场了。但是我认为人家不错啊，嗯，学问高，啊，这倒是，这倒是吧，嗯，仅次于对手我师傅，这也高不到哪儿去啊。我师傅挺高，我师傅小本，什么叫小本？小学本科，小学还有本科？对，于谦老师，嗯，幼本。幼儿园本科，您呢？我啊，我这文化水平其实不算太高，对不对？当然了啊，我也没说鄙视您，嗯，就因为虽然说咱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觉得还彼此还能一块聊天。您等会儿有什么差距啊？什么？咱不是一样吗？咱都谁跟你一样啊？谁跟你？我大学毕业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后台说大学毕业，他们也是这种声音。德云社的人就是瞧不起大学毕业。来，把那个手拿过来，摸着自己的这儿说。扪胸自问是吗？扪心自问。您再往里来来行不行啊？大学毕业，这我怕什么呀？哪大学的？哪大学？说。对，不是哪个大学，我先不告诉你啊。我们学校门口有个雕像，你猜。雕塑，对，雕像，缺一胳膊，哦，缺一胳膊，文艺大学应该，对，叫维纳斯，您上过吗？维纳斯，呛什么火，叫什么劲啊？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孤陋寡闻了呢。不是，咱不说雕像的事儿啊，说你哪个大学毕业？蒙大。啊，你是蒙的吧？蒙大，这儿的古大，简称内蒙古大学。哦，内大。